欢迎欢迎，来来来。哎，请。那我就不客气了。请一请，请朋友们。美丽的主持。哇。风格不太一样，欢迎光临，很有居家的那个感觉，这跟回家了一样。哇哦！哎，这是前面几季的照片，竟然是，就是我们过去的那个素人嘉宾。哇哦！坐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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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吧。嗯。所有的相遇都有意义，欢迎收看优酷《我们恋爱吧》。本节目由用心配才对味的蜜水水果饮料独家冠名播出，掌声欢迎今天所有的菜品团的成员。大家看一下我们这半边。三朝元老哦，对，三季都在。对，然后就是我们的静姐，静姐已经来过两季了，这是第二次。对，然后就是我们的新成员，欢迎我们的世界冠军张继科，还有欢迎我们的宋雨琦，欢迎你们。请两位同学分享一下，在这一季有什么期待？因为可能这个职业的这个关系，经常是被这个运动员啊、教练员去观察，因为我觉得每个人身上都有他们值得学习的这个地方和优点。所以我也想来真正的去观察一下不一样的画面，去学习一下他们生活当中是一种什么样的表现和状态。张继科老师，你看哈，你现在讲的非常的就娓娓道来，表达特别对，我敢保证你看片起来之后，你绝对不能是这个，不会是这个状态。是吗？作为新成员，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点小小小小的考验。你怎么看？你的队友都已经结婚了，可是您现在还在一个恋爱观察节目里面当一个恋爱观察员而已。我觉得考虑不同嘛。我觉得这个婚姻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要对这个女生负责任，才会进行下一步的这个计划吧。慎重的面对这个问题。对。那还有一个问题。呀，闹表小林该提问这个雨琦了。对，哇，雨琦太牛了！你是怎么掐到在这点上帮张继科老师化解尴尬？耶！他们两个商量好了，商量好了是吧？其实我挺好奇，因为雨琦给我们看起来就是雨琦弟弟啊，所以你在恋爱当中，你可能会属于什么样风格的女孩呢？我是觉得自己就是也挺女强人的，就我经常觉得该玩玩该学学，就是该谈恋爱该工作，我是一直都是分得比较轻，对，分得很轻，就是我不太喜欢说，比如说男生去附加，女生就是附内，我是觉得不行，就是我还必须我你不要影响我工作，一加一大于二更好，是吧？对，就是共同努力，然后对。一加一大于二，你们俩很默契，我觉得。真的，很默契，对。会不会不小心这边也开始观察起来？停止，整段帮我擦掉，谢谢。对。所以我觉得作为老同学，我们应该也有点表示，尤其是三朝元老的这位同学啊。好，那我给大家拿点吃的。哎呀，你看，好实在。我来帮忙。真的是正经的菜，哇哇！我怎么穿的这么像服务员？我也给大家助助兴，好吧？我给大家送一点蜜水奈橙，有什么口味的？这个是百香果的，我要橙子，没问题。来，小七哥老师，你想要什么味道？蜜水奈橙嘛，就橙子吧，橙子，对。好嘞，哎，这个水有恋爱的味道。吃饭追剧啊，喝蜜水，大家怎么开心呢？怎么来？记得开盖扫一扫。现在呢，蜜水有开盖有奖活动，100%中奖哦！哇，我中了1.8毛，还有钱呢、啊！今天这饭铺垫一下，不是白吃的，就是我们每一期啊，猜错的嘉宾啊，不能吃，就要接力下一轮请大家吃饭。哦，这是我们这一季新的规则。好，我们看片吧。好意思了。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 Thou art more lovely and more temperate, and summer's leith hath all too short a date. 这么高级。哇，这次拍的好好看，每一次都要感叹一下。好可爱。之前来过云南吗？没有。你呢？没有来过。哎呀，眼睛就很帅。觉得挺就是凉快，挺冷的。对。你昨晚睡得怎么样？很难受。睡不着。我也是。
你是紧张吗还是怎么回事？对啊，到五点才睡的。这个车上都是男嘉宾吗？对，有一点点混血的感觉。那你是做什么的？我原来在银行里做风险管理的，也有投资做咖啡店。哇哦，好喝吗？你去尝尝就知道。你是做什么？我是职业赛车手。真的假的？真的。哇，职业赛车手，有机会去看一看。可以啊。于顺。于顺，这车马力好小啊。哇，好好看啊。这个镜头厉害。哦，这个景好漂亮，正拍。好漂亮，景真美。来到这个地方就想谈恋爱了，是不是？对，对，真的，这种氛围是这样的。对。哇哦！这是外国人，好像混血。对 对, 对。我先到上面停下车。OK， 我在这边等你。哇、哦，好喜欢这种装修风格。哦，有猫哎，这一次。毛毛。这个地方住的蛮好的。嗯哼。哇哦。Hello。Hello。哎。Hello。Hello。Hello Hello， 你好。哎。房间里已经有一个了，三个人。嗯。你好。你好你好。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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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你们这一次入住的小管家，等了你们很久。哦，真的是管家哎。也是嘉宾吧。我叫阿星，你们可以先看一下这边的对规则，然后我可以带你们放一下行李，选一下房间之类的。每天10点前写信并投入对方信箱，每晚10点准时收信。车钥匙、门卡都在询问，需要什么仓库自己找。撒狗粮可以，但永远别忘了我的猫粮。好可爱。我们就先参观一下。好的好的。然后我们这里总共有4层楼，真漂亮啊！这个户外好舒服哦。这是一个休闲娱乐，有一些书籍可以看一下。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厨区，这是我们的前院。嗯。然后我们就先上去吧。Okay. 我帮你们搬一下，帮你们搬一下。OK。他真的是管家？不是吧？哦，对，忘了怎么称呼你们。你叫我小鱼就好了。小鱼，你呢？小龙就可以。小龙。嗯。太帅了吧也。你俩是怎么一起来的？我们航班时间差不多，就一起开车过来了。缘分。要么我们先把行李放在这里，然后稍微看一下房间，决定哪一个再入住，怎么样？哦，好的好的。你看，骗人的。对。Hello， 请问有人吗 ？Hello， 啊，让我参观一下。哦，温嘉欣，有人在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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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吗？在吗？在吗？猫猫猫，我想看猫猫在哪？就很想能看吗？登山的噔噔噔，快来个人吧！想找人说话了，我一个人。口水都干了。他一个人可以自言自语这么久，对，他应该是蛮外向的。我把房卡留这儿，等一下，我就是大家的小管家秘书，等下骗一下大伙儿，感觉好像房地产中介，带大家看房地产。嗯，哇，这边。是303号房，有别的人过来了吗？已经，就是提前有过来过吧，但是因为我其实比较晚来，我也是刚到没多久。我说有其他嘉宾已经住进来了吗？说实话，我不知道。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可能就充满了各种惊喜。这也不错啊，都蛮好的。这个最好。三楼的风光会整理好一点。这就叫做社交牛症。对，现在特别流行说这个社交牛症。现在上来我们就上去可以看一下。哦，走。因为你先。为什么？哦，对，还有一件事情就是，
需要你们挑选一下心仪的邮箱位置。对，跟你们说一下，这个是我的就是服务信箱，就是如果你们对于有什么想要的活动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可以投这里。他还挺了解的。嗯，好幼稚。哟，小胖子哟。好可爱。哟，怎么就哪里胖不胖。我怀孕了。嗯，过分了啊。好像是有点。只是胖，说人怀孕。肚子有点大了。对对对对。有猫啊。对，有猫咪。对猫过敏。哦，对猫过敏啊。好可爱。我也对你过敏。其实跟你们说一下，我刚才跟大家开了一个玩笑，我是第一个来这里的，也是本次的嘉宾。啊，哈哈，点点点，真的吗？哦，活跃一下气氛嘛，不然一开始我们三个可能一见面就是大眼瞪小眼。嗯，我稍微自我正式介绍一下，我叫王嘉欣，然后你们平时叫我阿欣就可以了。阿欣，好，阿欣感觉是气氛担当，太热情了。其实我问你，你是不是之前有过在这里？嗯，然后你在那儿，我感觉到有点惶恐，就是就在想怎么圆圆这个谎。哇，小鱼可以啊，善意的善意的。对，我知道，我不会恨你的。小鱼是做投资的嘛？他刚才看到的疑点复盘出来了。所以就是你之前是在哪边生活？是从上海。上海。对，嗯。播法中的然后我是在广东从小长大，然后中间我去过上海工作过一段时间，嗯，所以对上海也有点感情。嗯嗯嗯。哎，你说他们现在有没有互相防备的这个状态？肯定有的。刚开始的话还好，等女孩出现的时候。你觉得呢？你感觉？我感觉有呢。刚才捋头发那个人，小鱼，他在想一会儿要说什么。嗯，他没有完全是这种在大家敞开了聊天，他不是在交流的状态。对，大家不是在敞开聊天那个状态。他难道不是？哎，看了一圈，我最帅。对，他就是他自我保护的意识非常强，我觉得。他也许也是另外一种，搞不好是，我好像不够帅，都有可能。因为我觉得他们三个人现在不是一种不熟悉的这种状态的沟通，而是稍有芥蒂。对，我是感觉是有点这样的一种状态。我觉得你说的是准的啊，就我毫无感觉。哎，那你说一下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氛围？就是很简单，比方说，咱俩比赛嘛，啊，就是握手的那一瞬间，我就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哦，哇，那真的太可怕，顶级运动员呀！真的，真的，真的。当时介绍完房间以后，我把真实的身份传达给你的以后。这两个人的状态反应是不太对的，对的，对啊，我两分钟有这么多故事，哎，下次我们碰到不懂的答案的时候，就跟张杰克老师握手。这个是尴尬的小动作，怎么办？挺好。哎，这里可以喝吗？可以。哦，是吧？可以去看看一下。离开了，离开群聊，离开了。嗯，先开始吃饭吧。我已经饿了，我好饿。我也是。哇！哈哈，他一直在打苍蝇。真打不到。哦，打到了。真的假的？真的。用打苍蝇来度过了尴尬的时光。女生该来了吧？嗯，该来了。来了，朋友们。没看到脸，你们先咬出来，这个水等下再擦吧。我，你给我吧，扔过去。呀、，Hello，
哇哇哇啊，好可爱哟、哦！ Oh, hello. 哇，看呆了，一点都不控制自己的表情。哦，哦，这么严实。Hello. Hello. Hello. 哎呦呦呦呦，害羞了。哦。饺子疯了，饺子疯了。你们 ，Hello， 你好，你。哎呀，笑的合不拢嘴，哎。稍显狼狈，稍等一下。我的箱子放哪？哦，该有人上去了。啊，我来了，我是小管家一号，这是小管家二号，小管家三号。你好。他有小管家。那我觉得我们箱子可以先放这里，待会儿我们再搬上去吧。好。你可以。我先可以带你上去看一下房间。好，我们终于把你们等来了，让你们。你们到很久了。是的，挺久。哎呦呦呦！对，小心台阶啊。哎呀！哎呀哎呀！这间房的房卡在这儿，你看一下喜不喜欢，然后我们把其他所有房间看完，你再选吧。哇，真的好好看，真的好看哇！还有个小阳台。对，其实每个房间都挺舒服，挺开心。后面是苍山吗？哎呀，一站就是大片。差不多了吧？你的碗拿好了吗？那女生吃不吃啊？我们先等他们吧。我觉得现在另外两个男嘉宾的关系和状态就会比刚才更进一步。啊，抱团了！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前两集都会出现的一个状况。除非下一个女嘉宾又把他们给征服了。对对对，男人真的很简单。其实我们。男生会觉得三楼更好看一点，嗯，然后就觉得让给你们，是吗？先让给你们，一起上去。那个饺子煮好了，你们要不要吃？哦，太快上来了，我先带他看完，让我们下来。哦，好，好，就你们要一起陪着他，陪他看一下，来吧，可以啊，可以啊，认识一下。怎么回事？幸福时刻来临。Hello。你好。你好，你好，你好。Hello。Hello。可以叫我文君。文君，对啊，小龙怎么称呼？小龙，你叫我于顺就好。于顺，对对对，于顺小龙。我本名叫嘉欣，叫我阿星就好。阿星，对，好，好漂亮，嗯，景真美。你要喝水吗？有点热，外面。这是常温的，你需要常温的还是冰水？就常温。他好贴心哦，他会问女生要不要喝常温。我觉得都不用问，女生肯定喝常温的，这连问都不用问。有些女孩很喜欢喝冰的，比如说我姐。她是一种紧张的这种心情，一杯冰水下去对身体完全不是最好的状态。这个男生我觉得他怎么问才会 get 到女生的心里。嗯，你要喝30度、40度还是50度的水？哎，你怎么会没有女朋友啊？哥这边已经都红透了吗？这一边，静姐，你会喜欢哪种？喜欢问30、40、50，还是就是喝水吧？我喜欢直接摁墙上说喝不喝。我上去看多，还要按在墙上问。哦，学到了。嗯。啊。什么？别看我。没。我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即刻这样会教一些男生，如果他很害羞，他知道怎么去对心仪的女生表现。对，其实我觉得真的是两个人相处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面子是最不值钱的。对，嗯，因为你有面子，你才会有大男子主义。但你很大男子主义啊。我是不是太直接了？没有，都是这种风格。是吗？我觉得一定要有一个人先放下身段。这样的话，作为男生，女孩子才会跟你这种感觉才会更真实。我觉得他憋太久了，释放了。他现在很多爱的理论，
张继科老师大讲堂开始了。讲完了，讲完了，讲完了，不讲了。我那么直接，你不会生气吧？没事儿，没事儿，我最喜欢直接。可以的。来吧，吃饺子吧。他们在盛饺子，也可以，就是先吃点。要不要吃饺子？要不要吃饺子？这小鱼的笑容跟刚才截然不同。嗯。吃两个、三个、四个。这跟30度、40度有没有异曲同工？三个。三个吧。你们吃了吗？没有。三个有点太那个了吗？太少了，对，太矜持了，对。我是10个起，刚认识，所以就要矜持一点，矜持一点。那我就觉得矜持是不必要的，加了三个，最后吃了20个。少女，我说打个电话，有一点工作上的事情。钱。没有人说饺子的味道吗？就是吃，吃不出味道了。要不要再吃？嗯，再等一等其他人吧。没事，还有很多饺子。对啊，对啊，还有很多，你吃吧。阿龙在吃饺子。真吃饺子。我看一下，冰箱，这是我们的冰箱。对，还有什么汤圆什么的，你可以看。紧张了。现在几点了？快4点钟，3:35。那我们可以开始准备晚餐了。啊，好可爱哦，她是我喜欢的型女生。嗯、你们平时都吃什么呀？我不太挑食。你不挑食、吃的就很简单，就是能吃饱就好了。好，能吃饱就好。这个要求，我觉得完全可以满足。哎呀。你是不是很会做饭？肯定会，感觉到一点点，就是能满足你能吃饱的要求。谢谢你。哇哦，小鱼挺明显的啊、哦！你看他们两个的眼神，一个是笑的眼神，一个是就是我跟你不太熟，一个事不关己，对对对，一个已经有点开始要眼神完全不一样。你看那个阿龙在后面，阿龙也有可能在想。反正来仨，我先看看再说。不急，再等等，再等等。是不是？好香啊！这画面好漂亮。林君。你要不要去后面逛一逛那个后花园？他在关注，陪你上去。这个男生主动进攻，对，是的，就是我挺招蚊子的。哦，那就那个那边有个仓库，就看我们厨房那边，里面有一些驱蚊水。哦，哇，这里还有蝴蝶，都夏天了，真的挺舒服的。嗯，这个地方真的美。哇。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做花农了，是，好多，这边还有果子，不过我不认识那是什么果，这儿小果子，这儿也是，哎，这是小苹果，哎，这是苹果吗？这也太迷你吧，这是苹果，我没认出来，啊、我以为是什么什么果子啊，桃，这不就是小苹果？你是平时也自己会养花什么吗？很少，我养盆栽，我会买一些花回家插花。那这一方面，至少你比我们应该比我们三个都懂。可以研究一下。我们回来了。这后面怎么样？接下来要有一个学习的过程，学习怎么。种花，
浇花了，我可以喝吗？嗯，给你拿的。喝了四口水了，又喝一口，战术性喝水，就没稳定过，只要他出现。会玩吗 ？Chessboard 吗？皇后是哪一个？我不知道啊，这是国际象棋吗？对啊，但这应该这个是 King， 这个是 Queen 吧？嗯，有可能。怎么开始下象棋了？哎，这是 Bishop 吧？啊？这两个是 Bishop， 对吗？你还需要拿啥吗？姜、花椒这些，西红柿。看一下，还有马铃薯。青江蒜都拿出来吧。是不是还有西红柿和鸡蛋？对对对对。你下不了棋了，你身在曹营心在汉。马是这样子，对，一二三，或者对，我知道，我知道，就中间就算有隔的也可以走，可以跳，可以跳，马是可以跳的。心不在焉。观摩一下，菜鸟互啄。哦，他坐在了那边。哦，哎呀，好紧张，好紧张。哎，所以你日常是在哪个城市生活呀？生活啊、哦，香港。香港。对。对，我老家是安徽的，但是、安徽哪里的？马鞍山。啊？跟我老乡。真的假的？是吗？握个手，我也是啊，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你那我走走吧。你是认真的？我认真的，我很认真。马鞍山？对啊，真的，我是上完初中走的。好像很好，很巧，世界很小，很巧。嗯，还可以这样，这就是缘分。有可能缘分可以，我很难遇到老乡，你知道吧？我也是。对，很少，很难遇到。可是就在这里遇到了你。哇，这会迅速加深好感，好感同地方会去老乡。对，就我一下都坐直了，开始看。是的，是的。哎，你看阿龙其实有感觉的，坏笑。所以你是在香港一直待着，还是说？好，换话题。没有，我大学在香港读的。哦。我那个可能下半年会出国读书。嗯，然后其实我当时也有想过，就是出国，我因为想去学公关，做 PR 之类的。对 ，PR。嗯、快下棋。阿龙是大智慧。他好可爱，像小孩一样。受家里面的影响，就是我有个姐姐，我姐姐是学 PR 的。嗯，我也有个弟弟。你有个弟弟吗？对。你弟弟比你小几岁？五岁。我比我姐姐小五岁。这么巧吗？OK。我动了。我没动啊。我动了。哦，你动了。嗯。话都听不清了，已经。他已经完全在状态。哇，好巧啊！感觉就跟好像跟大家有缘分，都彼此就有缘分。嗯。这是怎么回事？四点。哎，我去看。跟上去，跟上去，跟上去，快起来啊！跟上去，他就会跑出来。四点。哦，第二位女生来喽，来喽。哎，好像有人来了。哎，有人来了。起立欢迎。比较知性，这打扮。对，很小清新。集体起立欢迎，鞠躬吗？那有点罚站的。
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哦，哇，他这风格变化跨度也太大了。Hello， 哇，你都已经来这么早了。我们是比你稍微早一点。我是第五个。啊，对，没错，是的，没错。Hello， 我叫丹妮。我叫文君，文君，小龙，小龙，啊，我叫宇顺，宇春，宇顺，哦，宇顺，宇春，我叫阿星，叫嘉星，嘉星阿星，哦，嘉星阿星，好的，都可以，都可以。大家好，你要么刚走过来有点喘，不好意思。那你先放这呗。感觉是个理智型女生，包括认识大家的方式，比较知性、直接，我觉得很直，比较成熟一些的。口渴吗？我喝口水吧，有吗？我拿个饮料给你吧。这个不都是吗？拿个冰的吧，那个这个。哦，来。好，谢谢。辛苦了，走这么远。你们有参观过这个民宿吗？我们一起去看一下，选一下房间吧。我们男生在下面先开小 party。哎，阿星不去了，你有发现？阿星这次不介绍了。哎呀，你们男生真的不是阿龙，是他们三个里面表现的这个状态表现最直接的，是吧？最自然，我觉得他是。我们这儿一共有四层，啊，还有个很好看的院子。我们接下来可能要做花农了。哦，所以院子也是要我们自己打理的。对呀，啊。这边真的一进来就有那种泥土的气息。对，好好看。应该做管理的吧，脸上有一点严肃，白领那种。稍显刻意啊，稍显刻意。我们参观完了，嗯，挺好的。还偷偷打个招呼，你输了。真的，啊，嗯，这是在自杀吗？在自杀，我没看到。他信箱好多都可以挑的，这他们已经写好的都，他们写的是全名，都跟刚才有点对不上。于顺、王阿星、陆文龙。哦，于顺。哦。我以为他是那种风调雨顺的雨顺，雨顺。我就写阿星，嗯，文龙，我要记一下。我是文君，嗯，你我记得。几点了？我们是不是一会儿要开始准备晚饭？决定一下晚上吃什么。就是我只会做一些简单的。盐在哪？哎，你们来的时候有看见盐吗？在，就是酱油和醋旁边，应该有一个小湖。对对对对，就是有没有盐？对嘛，你走过去。对，走过去，对对。行动比语言好使，这里面就一点点。可能底下有吧。我来找吧，你们继续下。OK。哎，这孩子，嘿，怎么回事？因为他盐只有一点点，哎，几乎约等于没有啊，是吧？我觉得这样吧，就是我们记录一下大概缺什么，到时候我们好一次性出去采购。好的，好的。你们有人擅长开车吗？我还行，他职业赛车手，他职业赛车手。哦，真的？哇哦，好酷！所以他是混血吗？嗯，哦，对，我是混血。我妈妈是中国的，上海的，然后我爸爸是英国的，所以说我说一进来说中文说这么好，很酷，走不了，无处可逃了，我输了，对啊，我不管了，我可逃离这个棋了，血了这两个人，好，可以了，啊，恢复正常生活，谁赢了？我赢了。恭喜！我觉得就是我们先去把那什么盐啊、洗洁精啊那些再去买一下。对，我们没有盐。我现在去吧，就有没有人跟我一起去？
我 OK， 帮你扛东西。不是，是女生去。我留了我的那个手机号，上面如果有什么随时想到可以。好的好的。你会骑小电驴不？我不会骑。怎么回来了？他一个人去了。啊？他一个人去了。我不会骑电动车。哦。哎妈，太可怜了，这孩子。一起去啊，一起去啊！哎呦，可以可以可以，一起当小伙伴。OK， 好好玩啊！我感觉他一直在逃离。那我们走吧。走。好舒服哦，这种天气。我觉得出去之前是不是可以先加一个微信？因为不知道买的对不对。没有，阿星出门之前把自己电话留给大家了。对，电话不对，你得有这个视频的。对对，你得给大家拍。我觉得这样才。我感觉你生活中被蹂躏，不是被蹂躏，蹂躏，蹂躏。他的那个反应，是被怎么虐过了？对啊，他你不觉得他的反应很细节吗？这是被哪个女生训练过？一看就是女生当时觉得你为什么不当时在现场跟我确认你买回来的东西都不对，所以他就得出结论说你就应该发视频确认这个东西。不，这个东西教是教不会的。我觉得就是要靠悟，悟天生的天生，就是你多为别人去着想，去考虑。啊，我这个，你这个有水平，我发现。这种切一下吧，这太大了。嗯，好。把这个装过去，在盘子上洗好。嗯嗯。嗯，很葱吗？这个要洗的。这个要洗的。嗯。洗葱。好，需要洗吗？没事没事，你先洗，爸。哦哦。哇，你们都洗菜。我很少洗菜，就直接吃。但有一些超市买的是可以不洗的。哦，是这样。做菜还挺开心的，其实。Hello， 哎，回来了，哎。哇，哇哦，这个。这次就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风格。知性的，甜，狂野的，甜美的，甜美的。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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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啊，我叫洋洋，这里好漂亮呀！我叫文晶，我叫丹妮，或者叫我蘑菇都可以。哦，我叫于顺。OK， 你可以先挑一个信箱，然后。羊，有个性。西红柿可以再小一点，就是什么感觉的？什么感觉？这个的三分之一，插不上手，一半的大小。嗯，这样它里面的西红柿汁到时候就比较容易出来。你们两个是比较早到的吗？我是第四个。第四个？一二三四。哦，还有两个人去买物资了。哦。嗯，小鱼对这个女生没有任何感觉，是完全不对话，不用视觉交流。是。怎么切啊？就切丝、啊。我来切吧，我来切吧，这个我来吧。哦。要不，要切到细节。你确定、啊？我切很快的。啊，你会切是吗？不是，你告诉我怎么切，我肯定会。嗯，行。他不知道要干什么，我就应该照顾他一下。行，压一下，这样好切一点。哦，就是切丝呗。对啊，就是切。我 OK， 你会？我肯定可以啊。我看你刚才姜切的也挺好的。哎，还行吧。以前在餐馆打过工。餐馆打过工。是的。要不给我介绍一下，就是不在的两个人。哦，一个是小龙，待会儿你就看他，长得
比较像外国人，因为他中英混血。嗯，然后另外一个，阿星的话，他就比较热情一点，会比较。是，你只要手在里面。就是。哦，往上。对。哦，往上。对。就比较热情一点。对。礼貌吗？你小心别切到手。肉好难切啊！第一次发现。可以切菜的时候。攻一下，对，攻一下 ，OK， 这样就不会切到手指 ，OK， 就可以切点末，一点点，肉末，你会？什么什么什么？这些东西，你可以教我。我们可以把这个切切碎一点。哦，这个没有办法。错了。哦，不好意思，你们漏网之鱼啊。OK。就女生在笑男生笨的时候吧，一般都会说，哎，你就切细一点就好看。如果说，你这个，你们懂的，放电中。啊 ，OK。他俩还挺配的哎。剁。这样子。对。可以了。OK 了。这样就对，你再剁就成饺子馅了。哦。那洋洋，我们去看房间。谢谢你。我也是刚刚看过，就是想说等人齐了之后，大家一起来选一下。哦。太大了，我重新加工。这个可以再切一下。不好意思啊。漏网之鱼。哇，他俩完全对上了，对吧？一块肉搞那么久，你想想看。哎呦，这个虾要去头什么吗？就吃的时候。哦。你现在去头也行，但是我觉得可能会。就是头里面好像有很多细菌。不是，很多味道在头里，就会更鲜是吗？水煮虾，对，水煮虾无所谓。哇哦。完了，我觉得我现在都已经可以把我的票投出去了，他们俩肯定会互投。我跟你说，这种东西一定要等到看到最后是吗？经验啊，这样的话我都不相信爱情了，真是的。我们已经不相信太多次了。回来了。回来了。盐有了。哦，我们来了个新客人。哦，我刚刚我们在外面看到，哦，哎，应该还要来一个，是不是这个？会不会是他？我感觉很像。嗯，不知道。路上看的啊，哦，他们一路擦肩过了。Hello，Hello，Hello， 我叫洋洋。洋洋。我阿星，我叫阿星，就是真名叫嘉星，然后可以平时叫我阿星。阿星，你们买菜顺利吗？那个菜要到时候再出去一趟。哦，明白。Hello。哎呦呦呦，害羞了。叫洋洋。小龙。小龙，阿星，丹妮，文俊。文俊。龙顺，余顺，嗯，今天晚上应该就可以记住。哎，啊，我们帮你们把行李先搬上3楼吧。监制的任务交给你们了。好，没问题。他不知道要干什么。对。行，我坐立不安，你们在这边忙，我真的无所事事。我也是，我在做咖啡。至少还可以做咖啡，我真的。还有多余的可以泡吗？你要喝吗？那你去喝我那一杯吧。啊，那没事，我也没有说一定要喝，就是。你也要加牛奶吗？啊，我不加了。你不加？啊。那个，你只有2杯的话，你自己喝好了。没关系，你喝吧。
那你就喜欢喝美式？对，我其实都喜欢喝，就是看心情。啊、我觉得阿龙对他有一点点关心。有的。对那个杨洋。前两个女生都不理。就完全没有关系。对。嗯哼，哦哦哦哦哟！哎呀妈，这太疼了。小心，小心，你还好吗？小心，小心，小心。这个木头还挺硬。哎呀。哦，果都水费了。嗯。哇，这个虾。你没事吧？你没事吧？哎呦！悄悄地飘了一下。啊？你没事吧？没事。那是不是可以装饭了？我们大家要不要坐着拍一张合照？就是第一顿饭，我想说给大家记录一下。所以你就日常也很喜欢摄影吗？哦，对的，就是兴趣。然后大家在桌子那一角，然后我来试一下这个。我们给他留个 C 位。行，给摄影师留个 C 位。这站位很有学问。很有，我觉得已经出来了。加油，十秒。好看、啊，哇！我们第一张合照还不错哎，可以。相信柯老师对刚刚三个女生的第一印象、第一感觉是什么？我就是觉得就像刚才说的一样，这个女生进入的顺序也会有影响。嗯啊，我觉得就是时间相处的长短嘛，明显第三个我觉得她会更融入不进去一点。人生的出场顺序很重要，但是她说出来。对，杨洋有一个最典型的特征是她会把她的一些感受说出来，挺直爽的，就是我喜欢的我比较喜欢类型。小猪说说吧。我觉得不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比较介意这一点，人不要太热情，就是过于热情了你一定会让别人就觉得有一点不舒服。你是说阿星的遭遇吗？对啊，我一直就觉得多说多做就容易错。对，你一定就是先观察，以后有了判断以后再去做，这是他最好的，会相对概率比较大。 对，会感觉会让别人更舒服一点，因为你不知道对方的一个界限。对，最后你就会沦落到老好人。嗯，你怎么好像在说我的人生，我应该早一点认识你，我去年乘风破浪姐就不会摔那么厉害了。为什么？怎么自己打自己的脸？怎么发生了什么？没有，你说的特别对。因为我自己也是比较喜欢把气氛弄得比较融洽的那种人，但最后真的可能就会变成沦落就是个老好人。但是我觉得阿星一定也有他另外一面。三个人我会站阿星，因为我对我个人觉得我跟他很像的一点，我其实如果我是他，可能我也会是这样类型。哪种类型？就是我会去活跃气氛，然后照顾大家的情绪，是先是当个朋友嘛，又不是第一天直接就在一起了。嗯，没错。谁知道呢？后面对吧？嗯。好，我们开饭吧。洋洋，你要醋还是酱油？啊，我也醋吧。我来吧，我来吧。是，放这边。好，还有一个是。让我看一下，要不要加的？那还观察大家的反应。啊、哦。我们坐。坐呗。坐呗。好的。就开动了。先感谢大厨。对对对，谢谢谢谢文君，感谢大家的帮忙。我一个人做不了这么多，大部分都是你做的。对，你来的。我给大家盛饭吧。没事没事，你们先盛、啊。先给大厨盛吧。先给大厨盛。谢谢，办完就行。OK 吗 ？OK OK， 谢谢。我也就是差不多就可以了。那我们开动吧。好的。好。好。从哪里先？嗯。糖醋排骨很好吃哎。这个肉太好吃了，好满足。好吃，现在。
我也要吃一块。阿龙反正什么也不管，就是吃，吃饱了就高兴了就行。那我有听到他们说你是那个中英混血吗？我爸爸是英国的，我出生在上海的，一直生活在上海。嗯嗯，你看，我会觉得他们俩会很搭。杨洋应该挺喜欢阿龙的，就有点兴趣的。嗯，你们都是哪里人？安徽马鞍山的，老乡。我是浙江宁波的，我是南京的。嗯嗯，刚。我是广东东莞的，然后但是祖籍是湖南。啊，你是？哦，你说的是上海的，不好意思。对，他上海的。我在那个英国读书，我在伦敦。在伦敦？嗯。现在在读吗？嗯。哦。在读那个伦敦大学学院。哦。哦，那你应该年纪很小很小。哎，他好可爱，我还挺喜欢他的。可爱了。我觉得阿龙对杨洋也还蛮感兴趣。对。这种心动时刻就要来一口口感鲜如现泡的蜜水浓橙，用心调配，让恋爱更对味。要不要猜一猜大家的年纪啊？又到了每一次都有一个环节。对。年纪都是十八岁。他情商很高。哎呀，要不杨洋就。啊，你指定好了。那我小公鸡吧，我选择困难症。小公鸡点到谁，我就选谁。那就公鸡。哎呀。嗯，好。其实我已经毕业真的很多很多年了，在南大读的新闻学，然后后来是去读的研究生，然后读的也是传播学的方向。然后之前是做媒介管理的，就对接的基本上都是财经类啊和 IT 类的一些媒体，可能稍稍的有一点枯燥。然后后来我就去了一个化妆品外企做市场，然后现在我是有在做时尚自媒体。哦，不错。对，所以大家应该能猜出来我的年纪。嗯。十八。嗯。我是92年的，就应该是在场年纪偏大数一数二的了。29。还好啊。还好啊。92年的，那真的很小。对啊，谢谢你读出来。我一直觉得我96挺大的。闭嘴。没事，我觉得我99也挺大的。那我就点下一个吗？嗯，那我就点阿星吧。我吗？因为他今天很辛苦，然后帮我们搬箱子。没有没有，就大家一起忙了。然后大家平时可以叫我阿星就好，就其实你们随意就行。我是本科是在广东读的书，然后学的其实跟你也学的很像，我是也是传媒类，然后学的是广告学。跟你们比较稍微相近一点，就是我也在上海有待过一段时间，然后在互联网企业里面，然后现在是偏营销策划类的这些工作。感觉互联网就平时应该还蛮辛苦的，所以我也很不好意思，因为时不时的再看一下手机，因为也是在处理一些工作，希望大家谅解一下。对，明白明白。大概就是这基本的自我介绍。我们可以轻松一点吗？不要像对啊对啊，像面试，不要面试吗？这个就是可能一些习惯。我当时去到上海最不习惯的一点就是我太孤独了。太孤独，对，确实会有这种感觉。对，因为现在我们基本上那些发小什么都不在我们的同一个城市了。对 对，所以见面也挺难的。对，上海确实有种就是外面的车水马龙跟你毫无关系那种感觉，自己在一方小天地，然后就做自己的事情。那我就点下一位。那文君吧。我其实我刚刚毕业，然后本科学了两个专业，一个专业是工程，另外一个专业是人力资源管理。对，然后工作经验的话就没有特别多。能看出来。好，你就下一个。下一个你来吧。我是2018年本科毕业的，
2018年毕业，27、28，27、28左右。我是在那个麦克马斯特大学，本科的专业是精算。Accounting。不，是 Actuarial Science。嗯，我也有朋友是读这个的。啊，然后我研究生去了那个滑铁卢大学，中间我有在政府企业里工作，专门管发电厂的数据的。我在那边做 business analyst， 毕业之后是去了枫叶银行，做的是风险管理。就是我做过很多不同的职业。我在加拿大还有2家咖啡店，就是投资的，然后我现在就是准备再做3家，就蛮酷的，好丰富，好丰富啊，大家都好优秀，能者多劳。没有没有，最后一位。我觉得太小了，一直在吃。名字就是陆文龙嘛。嗯。英文名字是 Daniel， 我是一个职业赛车手，所以差不多15岁开始开的， wow. 现在开了差不多5年了。2019年住在马来西亚住了1年，我去学那个。Motorsport Engineering， 就是关于工程师赛车的这些东西。今年跟保时捷结成车队，一起跑房车赛车。房车的赛车。就是那种很大的房车。没有，就像你差不多，你马路上看的。好特别。很特别经历。感觉是我们平时不会触及到的一块领域，就挺有意思的。你这么一说，就有那种赛车手的气质。哎呀，眼睛里在放光啊！对，洋洋很喜欢，对，很喜欢。在脑海里想象好了。然后我下一个比赛就在月底，在宁波。这么巧吗？哇、哦。好特别，很特别经历。卡龙坐在赛车上风驰电掣那样，好酷啊！哇，这真的有火花，有，真的有。洋洋和小龙还蛮明显的。所以大家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吗？平时的话就比较喜欢旅行加摄影嘛。其实相比于被拍，我比较喜欢拍别人。我也很爱拍别人。只是我相机这次没有带过，可以没事可以用我的。对于那些城市里面的风景来说，对，我觉得自然景色是比较吸引我的。对，我也这么觉得。我比较喜欢研究野生动物。我之前不是那个云南大象一直在迁徙吗？你有关注吗？我一直在看。好像是说亚洲象的数量也是近几年剧增，所以他们是不是、就是、其实怎么说呢，只是这几年剧增吧，因为之前剧减太快了。这两个人自己聊上了。中国现在差不多300到500只野生亚洲象。我当时就看就是航拍追踪他们嘛，就是一家几口带着象宝宝，他们好像在路上还生了象宝宝。对，还生了一个。就很有意思。很可爱。大象怀孕要怀很久很久，20多个月。嘴角都向下了，太明显了。你看文正一定是不开心的，对，因为他反差太大了。对，看他们睡觉的时候，就是小象夹在中间，他们是围着的。哎，为什么现在越来越觉得他们两个比较配？谁啊？丹妮跟小鱼。年龄阅历相差不多吗？我怎么觉得他们从思想上感觉比较配？就是他们现在坐的位置，一对一都很配。对着的都是相配的。对着都很配。对，我给你们玩一个破冰小游戏，你们知道属马吗？我开始了。属马，你们谁会玩属马？属马，属马，属马非常考验智力。我开始了，认真看哦。请问有几只马？这个我也会。几只马？不是，什么意思？我也没理解什么叫几只马。就是数啊。你要数啊。对，你会吗？你说的像，就说的像你会一样。这个是这样一下，就马蹄踩一下。那我不能告诉你数。你要数的。哦。6只是吗？对。为什么？那你也会。
我感觉我的智商受到了我也是啊打击，我根本不懂这是什么意思啊、哦、这样吧拍蚊子吧，一样的拍蚊子，嗯，就是马蚊子会比马更好理解、哦、有道理有道理请问有几只蚊子？六只。没有。七只。为什么？七只、就是、我应该懂了。好聪明哦，好聪明啊。哇，我好蠢啊我都是在为什么难受吗？难受不难受吗？那不行，这游戏就是要让你们难受啊。为什么？那我很难受。你再来一次。我来试一下、嗯、好。几只？两只。我不太懂为什么呢？我好像找到精髓了。喂，朱正廷落你了，应该我对了。完了，有一种好开心的感觉，好开心的感觉还发还发，你们在侮辱我。继续看片。好的，行吧，这个游戏我学也没什么必要。难道是按字数来的吗？对，你们俩好聪明。按字数来？对对呀、啊、小猪你马上要知道答案了。什么字数？小猪几只？两只。有几只？三只。对。哎，我好感动啊！学会了，开心开心。智商税。哎，我说我们以后就是要搞一个人。嗯，应该不能说出来。不错不错，没事，我还有很多很多库存，如果你们还想玩，可以继续。要不我留下来洗碗吧。那我们两个洗碗吧。那我们两个洗碗吧。我主动邀约啊。OK， 嗯，行。那我们先帮你一起收过去好了。好，谢谢大家。我觉得阿龙这个举动是对的，因为他们两个刚是没帮到什么忙。嗯嗯，这就是个礼貌啊。对，要不我把这些碗先洗了，然后你可以擦干。先弄下水呗。不好意思，我一看就是平时不做家务的。你用另一边，这一边来擦。嗯，好。小龙，你想自己住还是怎么样？那我住自己住吧。那你自己住 OK。我们抽签好。那我们就抽吧。好了，昨天抽一个。杨洋，我跟文君抽好了，我们俩正好是一间。OK。那我们就先上去，先收拾一下行李。嗯，好。下面今天就先交给你们了。OK。我们先选个房嘛。在十点之前写信啊。现在哎呀，终于到写信了。9:20。哦。还要自己套床单被套，就是这样就对了。生活你才会更有投入感啊。晚上真的好寂静啊。这样冲没错吧？还可以，就是我的意思嘛，是先把这个先把它洗好，然后直接冲掉，然后再放到上面去，懂吗？哎呀，我随便你，你都可以洗。就是我洗的时候就喜欢这样子洗。没问题。随便你。哎，为啥是小龙教他干活呢？万一你就是故意示弱一下。他怎么洗不干净？你帮我一下，你帮我一下嘛，帮我一下就是。发神经了，给我剪掉这一段。你会做饭吗？会一点吧。又是会一点，弹钢琴也是会一点。每个东西都会一点。那之后可以做饭。嗯，这个要，这个这样子洗要洗。洗半天，你就直接。哎呀，哎呀，我好磕他们俩呀！哦，我也是。哦，他们俩刚坐在那边吃饭，吃饭聊天的时候，哇，我看他们俩酒会有那种，对对对，你情我俏。肥皂到里面去。
要不我去擦碗吧，感觉你比较专业。洗碗都没有专业的吧？哎呦，他俩真好哎。对吧？就很嗯，我也觉得他们很熟。那你英文说的怎么样？应该挺好的吧？会一点。会一点？怎么可能会会一点？这不是学你说话吗？哦。哇哦。你是真的会一点钢琴，还是就是很会？以前是挺会的，但是很久没弹了。那我英语也挺好的，就至少会说。你看他在逗他，就是女生在逗他。说实话，我回国两个月，我已经不会讲英语了。现在讲啊。讲，不能落下，不然到时候回去就是哑巴了。我要多说中文，我中文很差。你中文挺好。好，真的很不好。现在就在中国有这个问题，看不懂中文字啊。那怎么办？不对，那怎么办？你教我呀。啊，应该是这样的。你挺会的嘛，雨琦。哎呀，我是不是暴露太多了？帮我剪掉，谢谢。下面有拼音，我拼音还是看得懂。哦，是吗？那如果有人给你写信用中文，还不是得全部加上拼音？对啊，或者我继续翻译。哦，是哦，像有那种翻译软件。嗯。是 King's College 的吗？没有，我是 UCL 的。啊。你刚没有认真听我讲。哦，不过可能你不知道他的中文名。不知道中文名。嗯。我读完 IGCSE 的时候，然后就不上了。哦，对。对。但是我觉得你能找到自己想做的事儿就很好。嗯。我现在最迷茫的就是不知道以后干什么。那你想过吗？我大致有，我也不是学教育嘛，然后我喜欢那种跟小朋友有关的。当老师？但不是老师吧。就是对我来说最好最好的路应该是可以教那种跟话剧有关的，你知道吗？就是特殊教育会用到。我没有学过那个 education for disabled children。 嗯，然后里面就是有很多用不一样的话剧的方式去教一些比如说有智力障碍的。是，那真的很勇敢。我觉得下这种权利就特别。我现在也在看一个电视节目，嗯，就是一个医生，一个 surgeon 嘛，嗯，然后他有 autism， 嗯，然后他要当那个做手术的医生。电视剧。对，因为很多人都觉得他有 autism， 他不能当医生这些那些。那我教你一个中文。什么 ？autism 自闭症。中文是什么？自闭症。自闭症。前后鼻音不分。自闭什么？自闭症。自闭症。自闭。自闭。嗯。症。症。嗯。自闭症。症。就是症状的症。自闭症。哦，他这时候就会感觉他中文是差了一点。其实前面我都感觉还好。你说的好真实。那不一定，你咋知道他是就故意就让你多教我几句？你很会啊，雨琦，恋爱小高手。这两个，这个没有，好像是我洗过，喝完之后洗过。还没洗。没有，我喝完你给我倒的咖啡，你给我倒的咖啡。哎呦喂！哎呦，他俩真是没想到啊！但我觉得他俩的经历啊、年龄段都是最配。对，锁了。磕了，还没洗过吧？我喝完之后我自己洗。哎呀，甜死了！哦，你自己洗。我说这个。对，这个我当然知道没有洗啊。没错吧？我好紧张，你看着我秀。没有，洗碗就是洗碗呢。哎，你们不要看阿龙就是很孩气，坐在那傻里傻气吃。
嗯，他很稳，他经历过竞赛，他需要非常稳定的情绪。小龙心理素质好，他敢在陌生的环境下还维持自己原有的节奏，对对对，这个很酷。哎呀，阿龙加分了，阿龙加分。OK OK， 结束了，那我们可以上去了。可以。哎呀呀，开心了。写信，那我先上楼了，快点，拜拜，晚安。大家觉得这个经过了吃饭呀，然后后面的交谈，你们觉得他们的三个人关系有什么变化吗？有，我觉得文君心一定变了。我现在反而不知道会不会投给小鱼，因为我觉得他，我刚刚想的就是，就吃饭的时候他们俩聊得非常热，而且他很明显脸已经拉下来了。是的，他的平常是这种露着牙齿笑的，对，那时候是这个样子。对，你看，就是因为小鱼一开始只对他一个人好，他但凡一丁点对别人好，就是被爱的那个女生一定会察觉到。小鱼这个更难，小鱼也不一定给，因为小鱼见文君是有点冲颜值去的，对，小鱼跟丹妮之间是冲兴趣去的，对，这你就很难猜了。嗯，但是我是觉得性格合才是真的合，毕竟是的，是的，这就是你正直的光正在空方光。谢谢。我们听专家来分析一下。那如果就是看第一天的表现来讲，如果我是女生，我会选阿龙。啊，对，为什么呢？你的理由是？我觉得阿龙是整个一天下来里面，我对他的好感度最强的一个男生，因为他很自然，也没有很做作。六个人里面他最自信。对，没有错，他非常自信。因为男生自信，他才可以去观察每一个人。他想控就控，想撤就撤。是他节奏非常好。如果男生不自信了，他就会一往上。积极表现，对。嗯，他会一直忙着表现。我们现在要写了吗？差不多了。我在这儿写，行，那我在这个桌子这里写好了。我看到这里写信，我感觉我正式回到这个节目了，熟悉的环节，熟悉的味道。有人敲门。我们恋爱吧提醒您，精彩稍后继续。本节目由用心配才对味的蜜水水果饮料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更懂你的雷诺考特赞助播出，本节目由翠雅莹白系列赞助播出。蜜水水果饮料提醒您，精彩继续。本节目由用心配才对味的蜜水水果饮料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翠雅莹白系列赞助播出。有人敲门。哎，是一个任务卡。明天是女生邀请日，请邀请你第一印象最好的男生进行约会，附上时间及地点。哇，第一天叫女生主动，万一约的人他没有来，岂不是很尴尬？他们可以不用来。你想好写给谁了吗？说实话还没想好，没仔细想。我也没有。你凭第一感觉呗，就表达什么？我还没想清楚。我也没想清楚。对，我的包也在楼下，我去拿一下。嗯。哇哦，他是为了方便男生记住写 title， 代表巧思啊，引起一些就是画了蘑菇会觉得他比较有巧思。
哎呀，又写错字。哇，写这么长啊！有，他们之前上一部还有人写诗呢。哇哦！好长，这个怎么绑？它是不是可以扎一个蝴蝶结什么的？那我先下去了。好的。我觉得这个文君会写给那个阿信，阿星。阿星。嗯。啊。我觉得。投完了特高兴，投完了很高兴，对，这雀跃的小步伐。高兴的话我应该是投给阿星。哎，不是，阿鱼。每一次到这里的时候，就是总会有个人让你那么意想不到。哦，好累啊，我进来了。嗯，走错房间了。嗯，我又走错房间了，在这里容易迷路。文俊，我也去投啦。好。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看着阿星总有一种好可怜的感觉。阿星吗？阿星，哦，是真的。现在就是小鱼不知道写给谁。对，小鱼比较小鱼难猜。这么快又解决了？对啊。可以。我先去那个了，寄信了。好。嗯。小鱼呀、啊，小鱼，你会投给谁呢？他在楼上偷看。每一季好像都有人会偷，都有人偷看，瞥两眼。如果我有心仪的人的话，我会瞥两眼。我没有心仪人，我也要抱着看八卦的心瞥两眼。他投给了文龙，对，这毋庸置疑了。好难猜啊。阿星投给了文君。对，阿星投给文君应该挺明显的。对的。来来来，猜信猜信。猜信老规矩。这回猜错了要请客哦。我就是不知道那个文君投给谁了。我们这边三个，三个。帮我。好嘞，成功。哎，大家亮一下猜的人选是谁好吗？哎，我这个简单啊。我这个也简单。我这是丹妮的。哎，我这个是杨洋对吧？
我是你像小鱼对不对？你的是谁？我这个阿星。你们两个猜的是比较难的，文君跟文君稍微有点难度。啊，我真的不知道，我最不知道他了，妈呀！好，来，我们贴答案吧，三二一。啊，我亮。哇，小鱼，我觉得是给那个文君的。我也觉得小鱼给文君。我觉得他应该会选性格的。啊？嗯，其实我也在。凭你的直觉，凭你的直觉，我觉得我就随口一说，对，要相信自己。贴俩，贴俩。我们俩，反正我们俩也不会帮你平摊了个饭钱。大不了就是下期你请客。对，就一顿饭嘛，是吧？对。OK， 好，亮一下，先回去。哎，同意。你要错了，我跟你一起请。好的。好，谁错谁对，咱们接着看。好的。我带了一个梅子酒和柚子酒，到时候我们可以在院子里面喝，然后我顺便烧点热水上来。完美，完美。哦，我睡衣都换上了，我已经躺在这儿。然后就是我们今天有三个女生，然后她们俩住一个房间，我一个人住一个房间，那是我的房间。找个人跟我聊天，我太无聊了。哦，他不太喜欢一个人待着的感觉。嗯，外向型。嗯。哦，我觉得杨洋好像我。马上还要去拿信，对吧？是。你要先吗？你先吧，你先吧。看他会收到，应该是两封的话，我们就对了。啊。Please. Hello， 我下来烧点热水。Oh. 哎呦，我太尴尬了。这是梨子吗？梨子。你会削梨子吗？可以尝试啊。就是我也不是很擅长。明天我们去超市再买一个什么刨皮刀就可以了。嗯？为什么？来了来来来来来。好，来吧。看他是不是两封？我觉得有可能一封。不给你看。一封，一封的话，文君就给个阿星了，给了，给阿星了。天哪！我一会儿切点水果什么的。赶紧就跑了。要去吗？应该两封吧。两封。对呀、啊，要不然藏什么？有什么可藏的？对，两封。我去，你去啊，你去。我先把它放起来。你去啊，先放起来。我去切个水果、哦，但你也在地下。哎呀，哎呀，没必要。哎呀，给看一下吧，亲。哎呀，这个人急死了。哎。哦。啊？他没有啊，太尴尬了。我先上去喽。假装游戏。你要不要吃？没有没有，你们搞吧，你们吃吧，你们吃吧。哎呀。嗯。肯定是失落的。对，他现在特别失落。我箱子放哪儿？我觉得我们箱子可以先放这里。我先可以带你上去看一下房间。好。口渴吗？我喝口水吧。辛苦了，走这么远。他就是很典型的讨好型人格。对的。
也不一定是讨好吧，他可能性格，是服务型人格，他人家性格可能就是这样，就是很开朗。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的价值给大家能提供什么，所以就什么都提供，你们看着拿。而且你让他第二天去总结，他没有办法总结，他觉得他每一个方面做的都挺好的。他说我哪里做不好呢？我把大家照顾的都很好。哎呀，阿星加油啊！那我给你拿一个砧板出来哈。梨子是不是切了不好？切梨子分离。哎呀，或者是就是一人吃一个，这倒可以。我会不会修完之后大家就没有什么食欲了？那我来帮你去头吧。舒服啊，嗯，非常生活，很舒服。虽然每一个看上去有点小，但是还挺可爱的。对，我们切一切，正好分六个。嗯、然后被他看到了，我就喜欢这样。哦、oh, ，please。哎呀，瞟了一眼。看这背景音乐配多好，求求了！我觉得有点心虚，因为他肯定写给文君了，是吗？对，他看到丹妮，他就不想去拿信了，因为他没写给他，他绕来绕去。但这样会更尴尬。对。Hello，Hello。你要不切一下，就是你把这样。他应该收到两封了，对，他也收到两封。文君应该是两封。我现在上去。好的。哎，丹妮他拿信了吗？没呢。那他一会儿一拿，马上就明白。对。对一瞬间他就明白了。对。嗯、阿星给他的。手艺太棒，希望日后有增强。不行，下次抬手可以慢那么一点，小用力能装一下，太疼了。第一天想想慢慢熟悉。我有个姐姐，我也有个弟弟。好，没事吧？没事。所以我觉得他性格特别好，但是却恰恰是这个性格很容易让他喜欢的女孩忽略他。他应该在展现一些其他的东西，而除了照顾别人之外。Hello， 有人在吗？啊？你需要水不？对，谢谢。你是一个人在这里还是吗？对，不是，我跟那个丹妮一起住。你先拿这个。啊，好。那另外一只是那个小羊。羊羊，对。对对对。哎妈，太可怜了这孩子。还有一封，还有一封，关门，接着看。啊，冲出去了。没有。啊，怎么了？就只有一封。就是只有一封。啊。小龙肯定是，他俩没什么悬念，也不会有人参与在里面。Hello，Hello， Hello. 哎呀，哇哇，哎呀，甜死了！哦，他们已经去了。是 King's College 的吗？没有，我是 UCL 的。哦，不过可能你不知道他的中文名。
不知道中文名。嗯，那我教你 autism 自闭症。自闭症，我要多说中文，我中文很差。那我的英文可能跟你的中文差不多。那如果有人给你写信用中文，还不是得全部加上拼音？哇、wow、哇哦，他用英文写。哇哇，磕死了。全是拼音哦。哇，这个真的。啊，那我中文不好啊，看不懂中文字，或者我继续翻译。嘿，希望你的第一天是好的。太可爱了。要伤脑筋，我确实有点紧张，哈哈，但最后还是很好玩的。我期待着更好的了解你。我要多说中文。你要是讲英文说我也 OK。磕到了，诚意。嗯，两个人的诚意都是诚意满满的。他写英文，他写蛮感动的。对，对方能看到的语言去写。嗯，磕死了，快点跟我在一起，快点。有人不吃吗？你们先吃吧，因为只有五个。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六份，分成六份。哦，可以可以，对我傻了，装可爱。哦对哦，哦对哦，你拿得了三个吗？哎，我可以把我跟文君的合并成一个碗。文君的，文君的。嗯嗯。哦，我觉得有反转了。我觉得有反转，我可以帮你拿水，我可以帮你拿水。哦，好。啊，啊，这个重。然后你拿的东西是不是有点太多了？我有口袋，没关系。这样子可以。嗯，还有个水壶。你这样安全吗？你这样安全吗？哎呀。为什么不安全呢？为什么不安全呢？非常安全。幸福时刻来临，感觉每天爬楼就是在做运动。真的。来了。吃梨子。哦，我发现了五个小梨子，非常小，所以每个切出来就。我这还有芒果，你们爱吃吗？那我明天吃吧。OK, OK, 谢谢谢谢谢谢。他们俩还住一个房间，哇哦！文君吃梨子。啊？你水也在这边啊？你水也在这边啊？啊？这是啥情况啊？谢谢哦。嗯，没事。晚安。晚安。不敢靠近。嗯，他就是没写给他嘛。他没写给他，文君他就写给丹妮了。是的。对。赶紧走了。啊，他把自己的给他了吧？对。怎么多了份梨子啊？不对头呀。啊？你们去拿过信？我拿过了。让我去看一眼。Oh, no， 这个。看一下，丹妮给的信。哦，我很喜欢这种开头，展信月，就有种古典的感觉。展信月，是哪个房间？可能有这个吧。哦，哎，长，哎，没长，多了一份，是你自己没有拿。哦，我，哦，对了，我给小龙一份，他可能帮我拿进去，无所谓。好。许信，答案就要揭晓了。Please。
我们恋爱吧提醒您，精彩稍后继续。蜜水水果饮料提醒您，精彩继续。哇，好，怎么办？他的眼神明白了，对，他的眼神他明白了。那于顺的信写给谁了？那文君嘛。你看他收到两封，两封。怎么绑得这么紧？你看小鱼形容那个文君，第一眼落落大方。那他刚才那段行动，他就是不好意思，所以他下来绕来绕去的。那于顺这真不像个男的。你看，我说上头吗？为什么？为什么你这么大的情绪？第一个，吃饭的时候，他跟这个女生聊天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到旁边的女生的。表情，这我同意的。对，第二个，我觉得你信都抛出去了，在这一个小时、两小时左右的时间内，你就自己在房间等待消息就好，你不要再去帮助丹尼啊，再去干啥了。我觉得，你这种举动第二天再去，我觉得是 OK 的。理解。对对，就是如果是出于歉意和歉意，我觉得这种歉意真的特别没必要。就是如果是自然碰到了切个梨，但如果是出于歉意，我是觉得没碰到也不能去切梨。是是是是是是是，就是不要造成二次伤害。行，这不是切梨都明显暗示你我们要分离。这可以。笑死了。我觉得小鱼呢是比较想要面面俱到，但其实他是不太懂那么人情世故的，对，他反而有时候物极必反。对，就是。其实，在我看来，这个说明了他人性底层的善良，因为他只想到了第一层，就是我愧疚了，我对不起你啊，我没写给你写信，我去弥补一下。但他没有想到第二层，因为人家姑娘一定会知道的。对。老师，你这是好听的，是这么分析。我刚才是不好听的。咱俩加起来就特别棒，哎。字好看的，今天大理还在下着雨，在我出发的别墅的时候却停了，心里想着这应该是什么的开始，不错的开始。糟糕，瘦瘦，清爽，缘分。嗯，明天有空吗？湖山云影咖啡馆，一起喝咖啡。切菜的技术真的很不错，切那个肉嘛。对，说明文君是一个非常图像化的女孩，能把过去的种种体验和经历全都列出来。你要帮你等一下吗？好，我帮你一起铺这个床。好，粘吧。这样一铺还是挺有家的感觉。是的。现在这个女生的表现是加分的。那个丹妮，丹妮，嗯，她很大方，她完全没有表现出来，她没有收到信件的那种状态。对对 对, 对，我觉得是很好。我来找你们玩，我是不是睡不着？我就是一个人在房间里，有点无聊。我们要不吃露台坐一坐？好，好，我先把两个空调打低一点。可好？坐这。还有个蜡烛，那我们先干个杯。干杯！开心，很高兴，状态特别舒服，挺好的。还是服务员，把最后的管家都要摆好。但我很好奇，小鱼会选谁？对，他现在很难啊，他去谁那儿呢？很纠结。我之前不是那个云南大象一直在迁徙吗？你有关注吗？我一直在看。嗯，他们好像在路上还生了像宝宝，对，还生了一个，就很有意思，很可爱。对，我老家是安徽的。安徽哪里的？马鞍山。真的假的？哦，我也是啊，世界很小，很巧。
肯定是选他喜欢的人去啊，对呀、啊。这就不一定了，这啊，这种顾全周全的男人有可能。我刚就是我讲，他特别想要顾全大局，但他没有这个经验。对哦，我认为他会去赴文君的约，然后约着约着说，要不我们去找他吧，他一个人。啊。你说有道理，大概率明天早上会一起跟丹妮做个早饭，然后去跟。所以就是去找文君吧。嗯。哎。啊。我们刚刚不是有提到一个疑问吗？就是你会喜欢你一眼就是外形啊方方面面，嗯，很舒服的，还是你会喜欢一个能够跟你兴趣相同的，对不对、嗯？那你看那个小鱼写信的时候，他第一句话说你的样子落落大方，对，气质很好，所以他是选了。外观、外观，但我跟你说，32岁往上的男生可能真的就会偏兴趣了。这要问他，问他，他比较成熟。我喜欢那个丹妮，我喜欢那个丹妮，这三个女孩里面。哇，好的。我觉得大气。对对，选性格好。那你看他选择性格。好，我们现在是全员都答对了。嗯。第一期节目旗开得胜，非常厉害。好。那下一期谁请的？节目组。耶！真好。所以我们就要到下一期节目当中去找找答案、嗯、看看小鱼同学会赴谁的约。 OK， 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下期节目再见，拜拜。下期节目再见，拜拜。一定要追啊。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战略合作伙伴百度 APP、战略合作伙伴微信搜一搜、指定问答社区知乎。感谢合作伙伴 UC、百度百科、百家号、百度 APP、百度输入法、成都地域帮、爱回收、钉钉、支付宝校园、支付宝会员、花呗、银泰、菜鸟驿站、大麦、速率、夸克、淘票票、天籁 K 歌、舒淇、QQ 看点、QQ 浏览器、新浪新闻、闲鱼、网易新闻、网易娱乐、搜狐新闻、凤凰新闻、封面新闻、知乎、今日头条、搜 App、有道精品课、网易有道词典、微信搜一搜、巨王、积木、墨迹天气、YY 语音、Zucker、天气通、中华万年历、青宝宝、网易有道词典、网易云课堂、美颜相机、美图秀秀、探探、喜马拉雅、懒人听书、塔读文学、育儿网、妈妈社区、修电、大卡、实习僧、智联招聘、企鹅科技、接电、全景数播、半生活、多度社区管家、华铁传媒、虎牙、斗鱼、讯飞输入法、WPSO、引力资讯、有道精品课、搜狗输入法、智行。